大家好，我是雨龙公司售后技术员，我现在位于缅甸客户的现场。该客户订购了我公司实产6到8吨的生产线。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该套设备的安装及使用情况。这里是原料堆放区，该客户的原料是稻壳，水分是15到18之间。这里是颗粒生产车间，车间的面积大约是1800平。该套生产线实产6到8吨，包括4台560，平输送传送带，还有一个大清角，冷却仓，转动筛，还有一个13米的大清角，还有一个成品料仓，无动力料仓，还有一个包装秤。今天的客户现场解说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评论、留言并转发。更多生物质颗粒现场解说，敬请期待。